各位啦，四个头雕，它整个替换手掌、尾巴，然后整个手背，这个到时候再看是什么。还有两个，这个替换件。这一次竟然有给你说明书，整个替换件刚看到那不太知道的零件是手臂最上方的，还有后面。这整只我把尾巴装上去的时候，尾巴非常油腻，它就是变成全部都油油的。把整个电镀色营造的相当好，非常非常好看。然后尾巴也是相当粗大。然后分成三节，可以微幅的左右，然后上下，然后侧边也是，整个营造出来的这个电镀的感觉，你就会觉得相当相当的好。整个质感非常的好，下半身也是，反正等着就是这种很像液态金属的这种电镀颜色。可动方面，头、手，目前可动方面其实跟之前的也差不多，它上面的这个肩膀护甲，然后一定都是可以往前凹，两段调整手臂，但真的是很油，有点不太好施力。那胸的部分，会可能你自己要瞧一下前后，因为它这边被尾巴给限制住，所以你自己要瞧。一样腿这样目前看起来可动性也算不错。那膝关节的部分，然后脚的地方，不然就掉了一只。头部的替换件里面长这样，啊，就直接这种微笑的样子也是非常帅。第二个头雕，嘴巴张开的样子，相当相当的帅。最后一个头雕，愤怒的样子，清楚的可以看到。手背的这里是他当初在原作手臂被破坏之后再生出来的这个替换零件，就这种一条一条的，然后之后就会变成这种液态金属的样子。然后切记，它这一个是右手，那不要装成左手。当然，你左边的这里是可以装，但是下面的这里你的手就是一个相反的情况。这个是右手的手掌，你装到这边的话，等于是反过来。整个这样子其实还算蛮有魄力。那它的脚的替换，还有一个是这样抓取的。像这样子，脚替换成这种抓取的样子，这种金属件真的是非常帅。其实我个人整理评价六颗星，但是如果还没入手的人要注意的一点是，
它其实跟官图的颜色不太一样。官图你看起来几乎是全银的，但是实体上它有带一点点这种非常非常的浅的金属蓝色，应该算是青色。所以你这样看过去，两种颜色是不一样的，但是实体相当相当的好看。那这一只我个人觉得最可惜的就是可能尾巴最上半部，它上半部最上面的这边的可动性就是比较差一点，然后下面就是只能微调的左右，然后上半部的这里，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的太紧转不开，还是因为我怎么转它好像没办法动。那整个体态来说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Love and Peace， 拜拜。